Yeah, yeah, yeah. 各位同学，今日我教大家两个字，叫做兄弟。Ben Sir， 点解唔系教讲粗口嘅？嗱，梁李维同学，唔好成日挂住研究粗口。我哋首先要学识做一个好兄弟，之后就大把机会俾你讲啊。因为我哋同好兄弟见面咧，第一句就爆落去屈。我同我啲兄弟系讲义气，唔讲粗口嘅。我就同你讲义气。义气嘅意思咧，就即系彰显道义嘅气概。男人嘅世界就系讲义气。三国时代我哋有刘备、张飞同关羽。至于女人嘅天地咧，佢哋多数讲是非。而我哋熟悉嗰六个是非精咧，佢哋全部都系女人，所以真系好正。男人咧就多数讲国家大事、政治啊、经济啊、生意咁样，当中涉及好多利益。唔系话样样利益都可以用合同嚟到解决噶嘛？啊，咁嗰时咧，我哋就会讲义气，用道义嚟到约束兄弟之间嘅关系。义气，男人嘅事，江湖，男人之地，所以两个词语可以结合成为江湖义气，意思即系指江湖之中嘅道义正气。所以关二哥就系代表义气，社会男尊女卑，兄弟如手足。老婆如衣服，咁而家个社会风气唔同咗啦噃，老婆就变老细，兄弟就变契啦，契系咯，好地地做乜要契先得噶？人哋系契哥，你咪契弟咯，又系你个咩嘢 ？Bachelor， 我要投诉，投诉佢诋毁我，同埋佢用嗰啲咧粗言秽语啊，话我系契弟嚟闹我。阿 Ben Sir， 麻烦你管教下你啲学生好嘛？好，我负责女同学，你负责男同学吓。咁我咧，契弟咧唔系粗口嚟嘅，咁但系咧佢系一个极具侮辱性嘅说话。咁你会话想契，咁自不然有契爷契仔，咁契乜乜啦，咁自不然有契弟噶啦，系咪？咁点解会觉得契弟系闹人嘅咧？啊，喺古时咧，有同性恋嘅男人就会去搞想契呢啲活动，有契爷契仔契哥，咁自然有契弟啦，系咪？咁都未算啦，喺旧时广州西关有条街就叫做光雅里，咁佢里面有好多棺材铺。每间棺材铺咧就养住几个哭狼啊，佢哋多数都青靓白净啊，皮光肉滑咁样，唔系我啊，系啲哭狼。啲哭狼咧入息低，咁所以咧佢哋唔够钱使，咁就去做男妓啦，去同啲有龙阳之癖嘅男人去玩乐，又或者会同一啲城中嘅官太啊、富婆咁提供一啲特别啲嘅服务。之后咧，契弟就变成闹人嘅俗语，当中就带有好多歧视同埋侮辱性嘅成分啦。广州有句咁嘅歇后语，就咁话：盲公过光雅里，冇眼睇你班契弟。阿 Ben Sir， 如果唔想俾人叫契哥啊、契弟咁样，有冇第二啲叫法咁啊？我知道，亲兄弟，老金啊！哦 ，Ben Sir 要投诉，投诉佢哋两个人身攻击，话我哋嗰啲咩亲兄弟啊嗰啲嘢咁啊，系咯。嗱，你两个就唔使惊吓，连襟咧意思系指姊妹嘅丈夫，佢哋之间嘅关系咧就叫做连襟，又或者叫襟兄弟，有出处噶噃。《土风录》咁话：姊妹之夫曰连襟，襟咧就即系纽门啊、纽扣依两个地方啊，咁连襟就连埋一齐，比如咧关系密切啊。咁照计咧，襟兄弟系一个几正面嘅关系嚟噶，点解就好似暗示啲衰嘢咁咧？后来呢，襟兄弟所代表的亲密关系呢有新的发展。他们的老婆本来是两姊妹来的嘛，现在进化成为同一个女人。两个襟兄弟现在亲密到一个点，就是有一个女朋友。我的女朋友的前度呢竟然是我的好朋友好兄弟、哦。个情况就好像我们学数学那样，本来有两个数 X 同 Y 不同数字，现在就问你了，在什么时候 X 等于 Y 呢？就是在我同你成为襟兄弟的时候。契弟又不喜欢，襟兄弟又为人身攻击。简单一点，叫你细佬啦，细佬。Ben Sir， 我投诉，我投诉阿麦美欣讲埋晒啲咸湿嘢。细佬、啊，细佬、啊，成个细佬抽上嚟俾你睇，你都唔明啊？哎、你答佢啦。顾名思义，是讲紧男人去厕所嗰度嘅。
哦，男性生殖器官，嗱，比喻为细佬咧，呢一种器官同兄弟嘅联系咧，都发生喺身体其他器官身上噶噃。例如我哋嘅手足，即系我哋嘅兄弟啦。又例如佢系我嘅左右手，你系我嘅心肝，你系我哋嘅手脑，你系我嘅跑腿，呢一啲都系将器官比喻为人嘅。嗱，咁而家咧就将男性生殖器官由细佬呢一个身份咧嚟到做比喻，即系将人比喻为器官啦。因为多咗个比喻意思呢，就咁细佬就有歧义啦。一个系亲生细佬，一个就系非一般嘅细佬。喂，你细佬喺唔喺度啊？吓，你想搵边个细佬啊？我想搵你不负责任嗰个细佬啊。吓，佢瞓紧觉喎，你搵佢咩事啊？佢头先同我细妹打交，搏烂咗佢个前额。嗱，各位同学，故事发展落去会系点呢？今晚嘅作文题目就叫做。喂，你细佬喺边度啊？喂 ，Ben Sir， 女同学都作呢个题目会唔会唔系咁好啊？女同学就作，喂，你细妹喺唔喺度啊？思想污秽，就人嚟讲乜都要嚟讲衰嘢啦，不知所谓。你讲咩啊？你啊，梁烈维同学，嗱，你唔啱啊，今次罚你抄，我以后系麦美恩个细佬一千次。喂，佢有细佬？我以后系麦美恩个契细佬一千次，抄。行啦，契细佬。非常英明，英明，喂，你点噶？喂，好，再嚟 ，OK， 好 ，OK， 再嚟。问阿子嘅，最怕嘅昆虫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虱，小强，小强，虱，蚬，蚬，蚬啊，梗系怕蚬啦，草蜢嚟噶嘛，点会唔怕蚬啫？人哋讲昆虫啊，嗱，真系冇读书，你话真系啊，真系冇读书啊，呢个人。昆虫，昆虫点会系雀咧？我错，我错，雀唔系昆虫。小强都接近，小强都接近。草蜢今日咁成功，一直以嚟都咁成功啦，最想多谢边个？我唔使讲呢个，一、二、三。系咯，哇，妹姐，啱晒咯，系。喂，错一字错咗啊！咩啫？个写法错啊！妹子啊，我系 Anita 妹，你乱咁话人哋错，你饮啊？系啊，我饮啊。咁我而家问下，冇错个志哥，我问你系嗱，苏老板咧，佢最中意做咩颜色嘅底裤？哦，嘿，我而家又转咗第二只色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，黑。黑 T 唔系啊，唔系黑 T 啊，系黑色 T 巴石啊，仲要咧后边有啲钻石咧，好钻石啊，佢呃人，我呢个真系真正嘅答案，系白变灰，点解一路冇洗到啊？唔系，佢系洗好多次，洗到变咗灰。哇，原本系白色嘅，我俾个机会你反击，问下字啦，系你最中意女性着乜色嘅底裤？你呢次真系，睇下系咪真兄弟啦，真系好啊！呢俾大杰仔未得位又差，好老实噶呢啲系咪先？搞错啊！哇，绿色，啲人着绿色底裤啊，会搞错啊！红色啊！我写咗都觉得好似错，佢应该系唔着嗰只，好有 taste 我哋黑色呢啲，呢样嘢估唔中都系啱嘅，估中就有啲麻烦，估中有麻烦。好啦，饮杯啦，饮杯。哇！饮过呢杯之后，我哋都要继续宣传啦吓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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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草蜢啊！我中意你哋首歌《我们》噶，我中意睇你哋到《快乐联盟》噶，可唔可以影张相啊？我哋好啊，好啊 ，selfie 啦，好好哇，真系影噶啦喎，预备啊，一二，耶！好啦，出新片啦，支持我哋啊！我哋嗰只歌叫《完美》啊，吓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随便咗，随便咗，中意食咩啊？系啦，啊嚟到我哋男人食堂咧，唔单止有好嘢食，仲有明星影相啊！啊，多啲嚟帮衬咯，一定系。不过咁，因为草蜢挂住同你哋影相，头先张单就唔记得埋。嗱，冇细路啊，真系醒目仔啊！唔系男人食堂啫嘛，男应该得嘅，试下先啦，试下。我见到大男仔系咪？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好味完，好食咁啊！升到啦，点啊点啊点啊 ！Boss 个龙子生，佢最近唱晒，拍咗部电影喎。啊系啊，叫咩名啊？叫咩啊？刑警兄弟，冇错啦。唔系我戏里面咧，同阿金刚就系
唔係親生兄弟嚟嘅，唔係親生兄弟，唔係親生兄弟，係咩話？義父義母，義父義母嘛，啊係，你唔記得咗添？戲裏面咧就係我同佢好唔妥嘅性格，即係我係嗰啲誒，即係我媽咪話咩我就係咩，係小學雞，好鬼小學雞，我係極度粗魯，極度火爆，嗯 ，EQ 係零嘅，嗯，喂，完全唔同你。系啊，同你个真人，我EQ好高啊！你完全唔火爆嘅，尤其是见到有靓女喺旁边就，梗系啦，即刻吓，即刻，即刻搞我哋唔掂。